没事吧？没事。再来，腿绷紧喽，后腰绷直喽，把枪拿稳，别晃荡。双眼看着准星，准星和排石口对齐，看着前面那个坛子，三点连成一线，稍轻轻的扣住扳机，把气儿打圆喽。 别口气儿，开枪！哎呀，要不咋说有啥样老子有啥样儿子呢？坤儿，你这枪打得不错呀。高子叔，哎，以后你得长脚打枪，好不好？那不好。哎，我告诉你马奎啊，今天你打个三四枪就行了，以后你就不能再打了。 你以后要好好学习，你一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，只有好好学习，你以后对国家才能有大的用处，你知道吗？你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，你知道吗？不是狗叔，刚才你不是这么跟我说，你不是说教我打枪教我功夫呢吗？哎呀，大哥，你啥来的呀？喂狗子，他四六不懂，你也四六不懂啊？不啊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能教他打枪，我的话你当放屁了你。大哥，这个坤儿呢？ 现在也不是小孩子了，他是个大老爷们儿。你看看现在这个形势，你说要这么严谨，这么乱，我叫他打枪呢，那是让他学习这个自我防范的这个能力，是不是啊？你跟我扯什么蛋你？不是，行了，爹，是我逼狗子叔教我打枪的。不是再说了，要小时候你要教我骑马打枪的话，那我跟我奶辈结的时候，也不是干瞪眼啊。你少跟我扯淡。 没娶媳妇儿就不听老子的了，不是你干啥呀，爹？我都多大人了，现在说打就打，一点面子不给我留。我给你留面儿，我留什么面儿？我给你留面子，以后就没命了，回家学习去。爹，您这不是不讲道理吗？我讲道理，我拿大巴掌给你。不是，小时候我是听你话，啊，我五岁那摸下你枪套，你还一耳朵给我打的。 你现在摸我枪套，我也抽你！我长大了，我长大了，好吧？怎么说，我现在也是七尺男儿。别忘我留是你的血，猛将之血啊！将军之后，怎么不能报效国家啊？报国杀敌啊！啥玩意儿？我说马大少爷，就凭你，我告诉你啊，那报国杀敌的事儿轮不到你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教你练枪，那是让你这个防身自卫的本领是吧？就凭你那两下子，我告诉你。 报国杀敌，你不行，差远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跟我演戏呢，你！大哥，我错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再教他舞刀弄枪，我连你一起收拾。是。你是我亲爹吗？啊！你不让我开枪，啊！不让我抗日，啊！老子走行不行？干什么呢？ 我说话不好使是不是？啊，我说话听见没有？是去哪儿啊？哪能教我打枪？哪能教我抗日？哪能不像你这么大官僚？我就去哪儿。那我要看看你能不能从我这儿走出去。<笑>我今天就走给你看。哎，你干哈？王八犊子，你看你这尿唧唧的，放心，队长。 把门给我锁上，让他在屋里好好读书。兔崽子！你这个大官僚，你大军阀！<笑>